就表演完了。那么接下来德云社这方面谁愿意说？哎呦，我来吧这个。哎呦嚯，不是你们俩谁来？我们俩一块儿。这个节目叫老少同春啊，俩人年龄跨度很大。这是父子。李和彪打算表演什么节目？他刚才表演了魔术。哦，我也是跟他类似吧。哦，我这算是幻术。但你们这个幻术有名字没有啊？叫什么？叫做什么？就是格格子。哎呦，国外引进来的节目啊！凭空取物。哎，对对，翻译过来叫凭空取物。对，英语说就是玩玩玩。哎，对对对，来，掌声来欢迎一下他们两位表演的玩玩玩。啊，对对对。你看刚才啊，达人队表演了一段魔术。哎，咱这样，为了公平起见。咱也来一段魔术，太好了，好不好？要说的魔术啊，我是一个非常执着的魔术爱好者，是吗？前不久啊，跟一位老师学了一个魔术，哦，彪哥，你给看看怎么样？来，我给你指点指点吧。有关绳子的，我先给你变个绳子啊。我瞧一眼，噔噔，这是变出来的，不是，这是拿出来的啊。当然了，魔术不是拿出绳子来的，啊，还有技巧。什么技巧？我能把这个绳子啊。从脖子后面穿过来，哦，这绳子嘛，从脖子后头直接穿到前头来。哎，怎么样？也不来回绕，我给他先搭在我的脖子上。哦，都是真的啊！这绳子一点这个啊，这我知道，假的成分都没有。我在旁边做证明，行吗？对对对，不是托哈你啊！看好了啊！我给他呢先系一圈。哦，这么系一圈啊。系上了吗？系上了，怎么蹬都蹬不了哈。嗯嗯。但我一发功，怎么样？就这个啊？这叫什么玩意儿？约俩星期了，这行了你啊？真正的看魔术，看我的，是吗？你看我的，久仰您大名了。哎，今天能否啊大开眼界一下？您放心吧，我先到后头做一下准备。太好了，好不好？那等您出场。我这不叫魔术，我这叫幻术，比魔术更厉害。太精彩了，居然变出双鞋来。嗯，还是刚脱下来的。请问这是谁的鞋呀？你们的？哎，我的。别弄，就这个呀。哦，我有个问题啊，就您这么高超的技术，这么高明的手艺，您是跟谁学的？这个啊，于谦，他是跟刘谦，我是跟于谦。
那个也不叫魔术哈、啊，实际上是一个滑稽表演哈、啊，很正经的干一些个不正经的事儿，两个人配合的非常的好啊。来吧，问我们对面三位专家，专家们多喜欢你的节目啊，石先生您觉得怎么样？美中不足就是翻包袱没有，如果咱叫相声魔术啊，是吧？不叫滑稽也行，你得有把这个包袱你得给翻出来，啊，有凉活的。他这个效果就比这个还要强烈一些，是是是，我这么个建议，要是能翻出来就更好了。对对对，何老师，我觉得表演的节奏很好，我看懂了他要表现的是什么。艺术形式无论是哪种，最重要的就是感觉，我很喜欢。谢谢谢谢何老师啊，谢谢何老师。那老师，我觉得李和彪表演的非常的好。哎呀，因为我们看魔术，大家都知道，肯定是。没牌变有牌再扔掉，没意思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贺彪表演的这个就是人品就是好，他开创了魔术的一个新的表演形式，我们掌声送给他。好吧，谢谢你们两位表演不错，休息一会儿吧。谢谢谢谢。